学子七万九十二十四子，全市已累计出动医护人员21,999人，累计设置采样点4,297个，累计完成采样409万份。目前，我市正在开展的大规模人群筛查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，今天将全部完成我市主城区的核酸采样工作。